今天是一期居家版的全身增肌训练，我们只使用一对哑铃，十个动作，全面的锻炼全身肌肉。大家可以选择直接跟练，或者挑选几个动作加入到自己的训练计划中。动作熟练之后，可以逐步的增加重量，每个动作做10到12次一组。同时想要达到更好的增肌效果，建议大家在训练后来一杯增肌粉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开始增肌训练。将哑铃置于耳朵两侧，手肘微微内收，哑铃推至头顶正上方，保持小臂始终垂直于地面。There's a building, what you do now, every day I've been watching you. Oh, oh, I'll show you what it feels like, now I'm on the outside. Oh, we did everything right. 哑铃置于大腿两侧靠前的位置，不要手尖，想象肩膀带动哑铃往两侧远的地方延展。俯身，臀部往后，保持腰背挺直。划船时，手肘与身体的夹角约为45度，用力往后挤压肩胛骨。俯身与地面平行，一手支撑，反手握哑铃，手肘贴近身体，挤压背阔肌。做完一侧，我们直接换到另外一侧。背部微微反弓，手肘与身体的夹角约为60度，哑铃往胸肌正上方推，小臂始终垂直。掌心相对的握住哑铃，想象抱一棵树一样挤压胸肌。
用手掌虎口位置托住哑铃，置于颈号，大小臂固定，哑铃轨迹直上直下。稳定好肩膀和大臂，弯举的同时旋转手腕。将哑铃扛在肩上，增加负重。深蹲过程中，腰背挺直，膝盖与脚尖方向一致。俯身，臀部往后坐，哑铃沿着大腿垂直上下，保持腰背挺直，感受大腿后侧的发力。太棒了，恭喜完成跟练，大家一次可以跟练2到3遍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再练。